2022年阿里山春季个海拔游泳地，五号是伫咧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头前个广场举办着颁奖暨展示活动。来自梅山乡水利村个高等园地业，一举夺下金山奖、特等奖，阁有三座清新乌龙组个头等奖，是今年春茶评鉴比赛当中上大个赢家。今年春茶伫立春个时阵，雨水丰润，叶仔嘛肥到饱满。品质是超过以往，馆长张良就形容敬高山茶，就亲像是敬红酒的年份同款。2022的阿里山高山茶，绝对是消费者的首选，买买一定爱紧。啊，今天来阿里山农会啊办这个比赛的颁奖，那今年的茶特别好，就好像红酒一样哈，大家拢讲哪一个年份的红酒最好？那我要告诉大家，今年的茶叶是最好的年份。也就是2022年，所以希望大家要喝高山茶，要买最好年份的茶。今年的阿里山高山茶绝对不可以错过，那尤其是比赛茶。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啊、因为在过年前啊，因为这个热火哈，在立春之前啊，所以整个那个营养分啊会到叶子里面，所以今年的叶特别回获，而且营养分特别好。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我们的茶农，多多采购高山茶，多多喝茶，有益健康，有益防疫，大家一起来，好不好？阿里山高山茶在管户、乡镇农会、阿个茶农携手努力之下，已经在业界打响名气。这就是嘉义优胜的品牌代表，更加是货真价实的今日招牌。世新新闻曾一贤、黄乐雄采访报道。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随着疫情的升温，我要提醒大家，新冠肺炎的确诊以轻症为主，确诊者做好门诊分流，不恐慌，体谅防疫人员的辛苦，让医疗量能够保持顺畅，病患获得最妥善的照顾。如果你是居家隔离、自主防疫、居家检疫者，使用家用快筛检测阳性，唔免惊，请连接视讯诊疗，由医生直接看诊，以及通报，就会收到卫生局以及疾病管制署的确诊简讯通知，然后主动连接中央疫调回报系统，就会收到居家照护隔离处置。记得资料填写一定要正确。若你不是上述的三类人员，使用家用快筛检测阳性，一样唔免惊。将你快筛试剂包好，携带健保卡，自行开车或由家人载送，前往四大医院防疫门诊做 PCR 检测。报告未出来之前，请在家一人一室，与家人分开，请勿恐慌。如有呼吸困难、气喘、胸闷以及持续的胸痛等紧急状况，请打119，或由家人直接送医院诊疗。最后，我要呼吁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戴口罩、打疫苗，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若有问题，可拨打关怀中心的电话05-362-1150，由专人为你服务。